我第一场跑1200米，跑马地马场，一号仔咧就系、是、最叻入过第三名。咁呢场马咧赢过嘅咧就系五号，入过 Q 系四号、九号，隔晚大热系一号，所以呢只马系隔晚大热同埋入过第三名。上次成绩好就冇啦，冇一隻入围嘅上一次啊。可能要睇啲上次唔好前次好嗰啲啊，上次唔好前次好比较上咧就系四号，上次第八前次第三，另外只五号咧就系上次第九前次第四再前次第二，咁呢啲就比较好啲嘅。第一号热门点解咧？梁家俊，但系近绩好差嘅，11、12、7咁样样啊，即系唔知点解咧。好啦，第二号，二号仔咧就叫神魔金刚潘明辉，二号就连续三次11名嘅，所以应该系冷门嚟嘅呢啲，合理嘅冷门啊呢啲。三号天外惊天呢只马咧，上次第六前次第九有10倍，潘顿档位11。二号、三号啲档位都系比较外啲，吃力少少，因为跑马地个1200米咧，一出咗冇几耐就有一个曲尺弯嘅，然后咧就跑到最尾入直路有个圆弯嘅咁样啊，即系档位都几，如果有个好嘅档位都几着数嘅。三号仔呢只马叫天外惊天，三号仔嘅本路程就冇赛绩嘅，但系咧就上次第六都唔系输好远。天外惊天，如果见到四号仔呢只咧，就上次唔好，前次好好，再前次都几好，即系上次第八前次第三咁样咧，所以喺冇上仗冇赛绩，即系冇入围嘅赛绩嘅咧，系咪呢啲马都要考虑啊？四号仔，四号系入过 Q 嘅本路程。天时名区10倍，天时名区好厚噶喎，上次14，前次6，再前次12咁样。应该四号、五号啲近绩好过六号啊。六号，嗱只马准备得唔错啦，都系嘛，干净企理。天时名区蔡明少二档，边个出到闸，边个着数啊？呢一场7号。5955，话呢连续4场有3场系第五名嘅，跑好少少就有噶咯。七号仔光明先驱，七号仔又冇赛绩嘅本路程，上次就跑第五，档位9档，骑师田泰安，啲都要谂下噶呢啲系咪？啲天呢啲叫光明先驱。咁多次第五名啊，跑前两格已经有钱收啦！呢啲七号仔、八号、11、70，领航神驹巴道第八档，巴道就马八号仔，最叻入过第四名，冇啦吓，即系本路程最叻第四，本路程赢过就五号，入过 Q 系四号、九号，即系5、4、9。一号入过第三名，5、4、9、1系入个围嘅本路程。八号如果见到呢只咧，就叫领航神驹巴道八档，星叻无敌九号，星叻无敌就连续3次9、11、10未近过。但又唔系好冷话，钟奕丽四档，哇，识出到闸就有得跑下噶呢啲。咪九号仔入个 Q， 但系近绩就唔多好。呢啲有个赛绩嘅呢啲九号。十号咧就连续4次、5次、6次。六次都系10名或以外嘅，咁
好冷啊！呢啲四十几倍，有冇赛绩？有冇近绩？名次又厚咁样，应该都未得住啊！呢啲马十一号咩飞啊？哇，好热啊！点解咧？上次跑第五啊，十一号仔前次十三，上次第五咁，即系突然间好咗。董明朗档位五档，但本路程就冇纪录嘅。不过上次跑第五边线咁解，再跑好多两下咧，就系、是、可以入到嚟。嗰啲十号好多人关注，即系俾人关注得好紧要。就呢个啦，骑师董明朗，董明朗呢轮都已经开始啲稳步上升嘅喎，应该。熟了应该在这头。这么多南非人物关系在这里，即是骑师连马师。十二号八彩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七，十二号没有赛绩的。五号赢哥，四九入个 Q， 一号第三名最叻。上次成绩好就没有，夹晚大热就一。八号仔咧就最叻跑第四，多人关注嘅即系成绩唔系几好，多人关注嘅就系十一。上次唔好，前次几好就系四号、五号。咁啊，睇下啲主持加乜嘢啦。蔡俊佳要七八十一，系啦，七号都几好啊，七号经常跑第五啊嘛。Michael 要八号，八号系咩？领航神驹唔识啊呢只。八号仔就最叻第四名，七号要八号，七号七号又系啦，田泰安、光明先驱，十一系啦，好多人关注啊。九号仔就升叻无敌，九号仔入个 Q。我要四号、七号 ，K 姐要四号、一号。一号就唔知啊，一号连续几次都好厚，但系今好多飞啊！一号仔，一号仔最叻第三名，七倍啊！而家如果见到呢只白色衫嘅系叫做咩啊？领航神驹啊，白色衫，蓝格仔，呢个一号粉红色月球，唔知点解咁多飞咧？系咪啊？十几名嘅。十一、十二、七咁样六次都未近过 ，Jenny 姐中意一号、三号，啊好多人拣一号啊，好聚焦啊一号，我要四号、七号，黄色衫有个心叫光明先驱，田泰安档位咧就系九档，呢只马而家有红格位置，黄志康要蔡俊佳要七号、八号，佢哋几个主持咧。即有时一人贴几只咁样啦，即系譬如最高试过贴咗十只马佢，即系一号仔粉红色衫叫月球梁家俊，好多飞，近绩唔好啊呢只十一、十二、七，档位就几好啊，一档出到闸就劲啦，真系。另外有只出闸好叻嘅钟奕礼咧，就系喺。九号仔就是四档，九号仔而家咧十四倍，三号潘顿天外惊天十倍，几次冇赢马之后咧，潘顿啲飞而家唔劲啊，真系，可能就系赢马嘅先兆啊呢啲。啱啱开场之前播咗个《浪漫勇士》啊，个拍片拍得唔好啊，又。好多黑影啊，咁样去埋到终点时候，黑暗一片，漆黑一片咁样，即系唔系话唔好睇嘅，即系你，即系个导演应该知道嗰度啲光圈应该点校啊嘛，即系走到埋去结尾嘅时候，黑掹掹咁样嘅。十二号八彩，八彩十四倍冷门嘛，冇乜嘅啫，即系好冷门嘅，得只十号同喜喜。十一号仔咧，好多人关注啦。董明朗几 happy 你睇佢几多嘢讲。十一号点解会多人关注咧？因为佢上次好耐都冇跑
得好嘅，第一次跑第五咁样，连续几次十几名，第一次进入前五名咁，佢即系啲人谂佢咧，即系如果你跑好少少，咪有位置收咯，即系咁解。所以而家变咗大热门。九号仔呢只咧就系升叻无敌，我估佢出闸叻啊呢只马九号仔，但系挨唔挨到翻嚟咧就唔知啦。喺中翼你出闸几醒目嘅，即系芸芸咁多。咁多騎師當中咧，我覺得今年中翼禮出閘出得醒目啊，醒目過好多大師傅。四號啦，呢只我揀呢只四號，點解咧？上次唔好前三次都好咁啊，即係八三三二啊。二號仔咧，潘明輝咧就叫神魔金剛十九倍，因為好多次都好厚啊，連續幾次好厚。红灯亮起啊！而家似乎咧最多人关注佢14/71，同埋啲贴士啊，呢个电台嗰啲贴士咧，好似聚焦喺11嗰度。头像嘅赛事就五班迁移嘅，形势上都系比较混乱噶啦。除咗最冷嘅同喜喜之外咧，基本上只只马嘅票数咧都系极之接近。好啦，入闸睇下换咗呢个冬草。跑馬地的場地狀況又會怎樣？領航神區跟著一檔的月球，二號神魔金剛搞定，跟著下來呢就最後階段變成大熱門的光明仙居，現在是53元。另外跟他一起入閘的是中華威威，有些這麼多扭計啊，這隻光明仙居其他馬又不入住，等你就搞定先。今天就擺下重兵強陣的姚本輝，這隻光明仙區就打頭陣的。好，入閘亦都搞定，跟著天外驚天、中華威威，再來就回到64元的勝利中星，上次都有些追勢，交俾閘先。等埋隻勝利無敵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頭場賽事五班千二的短途賽，第二暫時顯示是七，忘記佢。好，嚟咗起步的時候，有隻馬大老閘啊，潘頓啊，咁啊天外驚天喺後邊啊，前面快嘅馬有星叻無敵啦，外邊咧光明仙區黃衫嗰匹啊，最出粉紅眼罩，仲有精算奇賢，中間位置咧就係呢只八彩啦，咁外邊位置紅白衫嗰只同喜喜啦，埋邊天時命區啊，內欄粉紅衫，慢慢比翻上啲係月球啊，咁啊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勝利中星、中華威威啦，後邊三隻領航神區、神魔金剛暫時墊後出閘慢咗，橙衫一隻天外驚天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尾咁滯啦，前面咧就星叻無敵佔先啦，精算奇賢跟佢埋咗嚟第二位噶啦，第三位埋邊就天時命區八彩，第四、第五黃衫就係光明仙區啊，內欄粉紅衫仲係月球啦，再數後邊嘛，同喜喜啦、勝利中星啦、尾四中華威威、尾三領航神區、尾二天外驚天包咗落尾係神魔金剛啊！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星叻無敵拋嚟兩個馬位啊，後邊嘅馬啦，見到中間位置有精算奇賢啦，內欄上有領航神區啦，馬林中間仲有勝利中星啊，外边追上嚟啊，同喜喜啊，最初仲喺呢只中华威威，最后百零米领航神区抛嚟后边个对手，两三个马威爷马跑第二名，好多只啊！外边光明仙区，入边胜利中星，中间夹住仲有只月球，结果今场赛事呢只领航神区排中而上，抛甩爷马，第二紧张啲啊，埋边胜利中星，外边光明仙区，中间夹住粉红衫。仲有月球幾隻馬要影相？八六馬呢只領航神區啊，蘇慧賢又開庫啦，五班咪叫個大勝對手啊！第二名好近喎，咁啊睇下七號嗰只光明仙區田太安係咪攞到第二？中間嘅只一號嘅月球啦，光明仙區到先啦，咁啊月球啊第三，梁家俊第四咧就勝利中星喎，11號董明朗。除咗只頭馬贏甩咗之外，後面全部一排馬過啊！哇！呢只八号仔点解赢咁多嘅？可以哦。上次十一，前次七咁啊，六次赛绩冇一次上喺前边。八号仔咧就最叻，本路程第四名嘅啫。咁啊，俾佢赢咗啦！钟奕礼出闸好醒目啊！潘顿唔好理佢啊，真系而家九号仔弹咗出嚟先。钟奕礼啊，星叻无敌啊，起码有。
有得跑下先啦，起碼係咪？咁就精算奇緣藍色衫，呢只叫希威森拍上嚟第二名，但係呢兩隻都係冇份噶啦。咁啊睇一睇只八號仔咧，就係、是、格仔衫嘅，好厚啊！格仔衫，而家揾只格仔衫，呢只藍色格仔衫。似乎是这些了，蓝色格仔衫现在是尾三，这只马赢了，这只马好劲啊，这只马这么厚啊，现在好了，钟奕礼在前面，希威森在第二，六号仔的天时名区蔡明绍第三转弯，哇，这只白衫白衫蓝格仔这只，你看他在个内栏那里冲上来摆正堂态打几边几急劲啊！啲马冲上嚟啦，话咁一只七号仔蓝色嘅喺里边，喺里边，应该我觉得只七号仔有份啊！真系八七一十一，八七一十一。哇，好犀利啊！呢只直头系唔同班咁样样嘅，可以啊！转弯都系尾三。又在里面找到个直路，找到个位置冲上来赢三个马位四个马位，犀利啊！真的。第二全部都是平手的，二三四差不多平手，揸个鼻咁样。又不是很冷条 Q 的，八号七号有主持揀到八号仔，唔记得咗边位啊？好似 Jenny 姐系咪？苏伟贤马房配巴道，好嘢啊！